这个字念尸，也是僵尸的尸。僵尸也可以认为是赶尸人沈林。还有一个张大胆，张大胆是他在江湖上人们给他的绰号。张大胆的本名叫张元民。张元民，还有一个李大爷，他本名叫李迟。嫌疑人越来越多，这名字里面没有带这个字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。阿杰身上的致命伤口不是一般刀剑留下的，刀口宽三寸，正好和李家宽刀相吻合。